有直呼又是你，又是你，完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秀泰啊。这一期的话，不知道这个人遇到我说又是你，我不知道是之前坑过他还是怎么啊。既然说被发现了，啊，那看来是可能坑了人家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一把的话，我会带你飞的啊。我这，你把他下摆行了。哎，啊，点错了，我靠，帮他接不了，接了是啥？训训无你，瞬间倒了。好，没有关系啊，有我在，我可以来帮你哦。红包里面这样的吗？这是与黄衣的第一次碰面啊，黄衣后到后面会来越来越急眼啊。直接疯掉啊！现在的话状态还不错，等一下慢慢就会让他疯掉。啥呀？这是贪是吧？你想贪是吧？那你就别找不到舞女了，来贪吧。他可能逮着我啊，拎着我逮，找舞女快走。跳，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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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。走不了呀，舞女死医院，你这是个人才。拒绝我，好，这边的话就剩最后一台电机，然后马上看好，我们过去吸两口。黄衣的话到后面越来会越生气哦，最后会拉球，他砍我了，不砍再吸，不砍我就吸，我就吸。那么心理枪给他吹血，你心病不要了，要不反绕到脸上来，要给他，让我给他扛刀，你知道没扛。还敢他？你敢不敢？你敢不敢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敢吗？不敢了。那摸血干嘛？休息啊！你们干嘛？我救不了。那你来吧，我救不了，我不救了。这种黄衣，海鲜过来，你看这我都不知道在干嘛？你在玩什么黄衣、啊？没睡醒吗？还是什么？没睡醒去洗把脸再玩游戏好吧。出走了，又有地下室啊！联合得翻个倍啊！联合得三百秒，急眼了，急眼了！哎呀！他不是放狗子，没那么凶。哎，99出不来，我去。外面应该找个柱子躲一下，你看。